现在开始手部仪器操作，待手部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均匀涂抹产品。手部操作分三个手法：一、手部向上直接提升；二、手部打圈；三、手部横向滑行。现在开始示范。手部直线提升，手部打圈，手部横向滑行。以此动作重复即可。